就是这些东西好像冥冥之中在召唤我，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祖先的故乡。我觉得人都必须得去了解自己的根。透过这次的这个很意外的旅程，哇，我也踏上这一趟的寻根之路。拉拉布哥，万里斯邦万。那一刻，那个鱼就是我，我就是那条鱼。我也从来没去过我奶奶的部落，所以我回去寻根。用你的五感去接触大自然。교통사고로인해서뭐저기밑에까지내려갔다가뭐자기가해결해야되잖아이런산림치료도경험해봐서굉장히진짜정신건강에좋은것같다고생각했어요我们其实很少有时间静下来好好听我们周遭的声音그런거진짜처음해봤는데너무힐링도됐고집중에대해서다시한번생각을하게됐고저도그전날했던것처럼자연에뭔가감사하는마음이좀생겼던것같고요没有的事的时候，我也没办法种树了。也许我们两个的结合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使命。对对对。八八风灾后，让我们五个部落迁走了，我们人，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善待土地。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就宋太太她嫁给了这个男生的理想，感谢这片大自然的同时，她也很感谢身旁陪伴她二十几年的老婆。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保护这片土地。沙菲亚是我一个印象深刻的一只妈妈，这次我抓回来这边检查，发现她已经怀孕了，过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她背着小宝宝出动，这样子。我也有这个过程啊，他只要六点多起来就靠在我的肩膀，妈咪，我也会尽最大的力气去陪伴小孩，让小孩很开心。所以我觉得那个母爱非常伟大，母爱非常伟大，就即使他是动物，可是他还是有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必须要被广大的看见。其实在这片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事情一直延续跟传承下去。